这个就像爱一样，要打得满满。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晚上好。打得满满的。今天那个谁，马俊说要来一个这种，就是他说他专门就是找了一个不同的环境，说要一起就是为我过一个这样的生日。这个环境大家可以先看一看。不错吧，就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类似于帐篷里边，然后呢前面我前面有蛋糕啊，然后他们现在在打气球啊什么的。太小了吧，抱不了。有没有什么架的？给我架一下。我找一下。哎，你用这个架一下。那我用这个架是应该用后置还是前置啊？前置啊，后置好一点。你后置不？你就那我去那边。大哥别坐，哦这个位置原来是。哎呀，我瞧一下，方便，然后呢，就不用一直用手拿着，是有点高啊，感觉可以。啊，有回音啊？没有回音吗？是房间太小了。室外。我们吃过饭了。我们是很早就吃过，然后他说要来这边，就是在这个特殊的环境，然后我们再吃来吃生日蛋糕，所以他来这之前我们就已经吃过饭了，来这就是为了吃蛋糕。你有什么安排没？有啊，有些小游戏，一会儿有些小游戏啊，一起互动的小游戏，还有那个什么，吹生日蜡烛啊。所以我们这个环节应该是什么？这个环节是什么？场景还没布置好啊？那你赶紧布置一下呗。那直接做游戏吧，好多小游戏了，再打两个气球。游戏就是打爆了，就是一会儿那个气球放头上戳，然后戳着谁爆就是谁爆。玩过那个吗？来，这儿有游戏机，我给你转过来。我们今天这块还有一个小朋友过生。然后呢，我一进来就一直在放那个生日快乐歌，楼下我还以为是给我放的，然后没给我放。一会儿可以安排一下。不用，别打了，今天就说打气声音太大了。哦。来，这儿有小游戏。
什么小游戏啊？在哪儿？你需要去那边玩。对，你拿过来呗。拿过来也行。今天他说了算。有什么意思、啊？这个？什么意思啊？从这边穿过去。对。然后呢？如果说他碰到一个那个响了一次，然后就在你头顶上捏爆一个气球。你想的什么？这必须要有个惩罚呀。那我客官有什么奖励没？奖励很多。啊？奖励很多。你说呗，什么奖励啊？你先，你过关的时候你再要奖励好不好？你别一来就把奖励讲好。没奖，我现在只知道惩罚，不知道奖励，我肯定不玩，对不对？奖励有很多礼物会送给你。什么礼物？就是生日礼物。那我不玩你想要什么奖？这样吧，我们都来玩这个，看谁过去的时候失误的多，然后就惩罚多，对吧？对。行。就是想一次，想两次爆一个气球，真爆气球，真爆气球，行吧，来吧，那你把这个往后退一点，对，然后稍微低一点，退一点，看不到这个，看得到吧？要不坐这边吧，这边能看得清，那边看不清。我不。行，看得到了吧？你看，这太有点低。这边美，这边比较漂亮。对啊，我调一下。不好弄，这个太低了，就为了这个背景，你说。可能就稍微。可以了，我先来是吧？行，你先来。爆！哎，袁老师，你先和他玩一次。第一局你先来。等一下，你现在是在试玩还是开始了？试玩啊？没，他没开始的。看一下他几天会报警。报警算一次还是说碰就算一次？就报警就算一次，就这个报这个不算，这个才算。什么意思？你刚才弄上去不就报警？只要他的意思，只要响了就算一次。对啊，弄算一次。嗯，我先来是吧？对，你声你最大。那凭什么我要玩去？那他说的呀，免一会儿免报一个气球，就是免一次圣卡。不行，这个太低了，都看不到下边。我们举起来，举起来不稳，举起来不稳。我跟你讲，你放下根本看不到这个凳子。要不然放在这个凳子上吧。不应该把这个给隔壁的小朋友送了。两次，三次，这个绝对是隔壁那个影响了。
行，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想了，想了三次。太累了，太累了。朋友们，大家应该都不想看这个吧？这样吧，你先来，好吧？你先来，我看你能掉几次。没有了。行。你来，然后把这个。你先留着，看着啊。你们帮他算，好吧？你们帮他算。等一下，等一下，我这个是先勾进去。一次。等一下，不是，我先勾进去，我这个是。两次。等一下，这个绳子卡着了吗？你先把它放进去。啊。放到底下。这里。对呀、啊，就从这儿开始。这里距离还需要算吗？没有九宫格自拍，不行，你玩赖呢？哎，全给我套进去！等一下，等一下，都没，他玩赖了。不是，我看从这个里面走的。我这，他看着看着，他出去了，我没发现。等一下，耍赖直接扣三下。不是不是，我真的我这一直这样对着的，然后耍赖扣三下，一下，四下。两下，为什么没？三下，因为四下，三下，因为纯是不想拍，懒得拍。四下，拍九宫格太累了，理解一下。五下，六下，你都已经放七下，五下，行，给你五下。惩罚什么？惩罚就是个捏爆气球，自己捏是吧？没声音了吗？真的假的？昨天晚上就吃过那个长寿面了。昨天我本来都那个，昨天睡得挺早的，然后十二点的时候就。那个什么被那个马军送来一个那个长寿面就吃过了。袁老师，你来吃过什么？吃过你来，我为什么我来？你来一次，来一次，然后就我们就互相惩罚了。他刚才是想了几次？他想了四次还是四次？反正比你少呗。我五十，最近好像天气也转凉了，大家要注意保暖。你怎么是直接警报？过了就一次，马俊惩罚快，那惩罚了谁？他惩就惩罚他是吧？对对对，怎么惩罚？为什么惩？你四次啊？最后一名啊？他四次，你他五次、哦，你五次，他四次，他捏两个气球，我捏什么气球？不是你要多的弄一个就好了吗、啊？多的弄就完了呀？不是捏气球就是捏气球惩罚就是，哇，就是这种，然后我捏你一个，你捏我一个。那我不想捏这我知道他就害怕。我怕什么？我怕什么？捏这个气球有点。那或者换个惩罚。那些很危险。好，我们或者来玩下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啊？你有下一个游戏玩了，我们就可以打鸭子。啊？吹蜡烛了，打鸭子了。打鸭子这个给你，这感觉挺好玩的。这个是干嘛的？我都没见过这种。可以让你先试玩一个。
什么？这是什么什么东西、啊？就打这个里。哦。怎么开枪？哦。这个怎么开枪啊？就是拉到把这个拉出来吧。然后呢？然后往前推。那我不如用手扔还简单一点呢。懂了吧？打进去啊，它会弹出来啊。对，你要打进去就在拧了，会弹出来。你看。没打中。请求换个游戏。换个游戏。还有没有游戏？有。游戏什么就算了。来，算了吧。真算了。他都说了来打我呀。你打我呀。来打我呀。我突然想起那个还有这个游戏，嗯，就是猜对方手里的牌，嗯，来吧，你们两个玩，先坐着。这牌位就是这些，来吧，哎，来呢。你先抽一张，我抽一张，然后呢？我猜你手里的牌，你猜我手里的。哦，怎么猜、啊？可以提示一下彼此信息，就是说我，比如我问你，我说戴不戴帽子，你要告诉我你手里那张牌戴还是不戴，就是还是不是，只能答是还是不是。你先来吧。抽的这张。行，就这样。我抽的是这一张，我先问你，先问，你先问。戴是不是戴眼镜？是。然后我就要把没眼镜的扣下，是吧？是。你手里那张是戴眼镜还不是戴眼镜？啊，不，你手里的是戴眼镜的吗？是。好，到你了。嗯。你手里的是戴的墨镜吗？是。嗯，你手里戴的是不是墨镜吗？哎，我想想这个问题，你手里戴的不是墨镜吗？就是你戴的不是黑色的吗？你戴的是。你戴的不是黑色的吧？是。你那张照片是只戴了墨镜吗？是。那你啊。
你那张照片是戴了一个墨镜还是是一个墨镜吗？是。好，放你了。你那张照片你那张照片想想你那张照片有假发吗？这我怎么回答呀？我只能拿是还不是。是不是有假发？不是。这张吗？新艇队长上线，我来给你们看一下。不，你拿出来。这张。就这张吗？只有这张，我那张是戴了假发了是吗？戴了呀，假这么戴了啊？你的是戴假发了？这张也是戴假发的呀。不是，你手里的那一张戴了呀。这张也戴了呀。啊，你说，所以你问了这个也没，我让你赢他赢他，然后给点惩罚他，你还输了。你居然还那我在今天过生日才最大。行了吧，可以吹蜡烛了。再来一把，再来一把。为什么就是要我输才玩？对对对，就是要惩罚他一次。还有个惩罚没有做。那你说是惩罚是什么？惩罚就是从现在开始是吧？有惩罚了。不，你先说惩罚是什么？惩罚是粉丝不就是说想要你的九宫格吗？就惩罚你要一张。怎么可能输呢？那再来一把呀！你争点气好不好？来了来了来了！你给大家争点气，赢他一次。来了来了。那你来发牌，就是纯耍。你发牌，你给我们发牌就好了呀。就这样吧。牌已经……那我们俩得一人抽一张牌。你的意思？就你自己抽呗。对，这个得掌握在自己手里。我洗洗一下，给点力。哟，这次换我先来吧。等一下，我还没抽呢。这个牌掉。就是我刚才还没写。等一下，你咋了？为什么 ？OK， 来吧。这次到我家来的吧？戴眼镜还是不戴？你这张牌戴了眼镜吗？是。问题问题不对的话，减一次那个问的七那个次。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这个驳回。新加。你那张有没有是不是露了额头？是。如果最后亮出来没有亮额头，你看着，那你就直接输了。你那张没扣完呢。你那张戴的是墨镜吗？是墨镜。是墨镜。你那张是不是你那张是不是戴了帽子？不是。嗯。你那张戴了假发吗？戴了。
好，到你。你这张你那张戴没戴眼镜？是不是你这问题有错误啊？是不是戴了眼镜？没戴。没，不是。好，到我了。等一下，我有了。找到。你不可能，你这么做不可能。我怎么不可能？你这盲猜。来来来，没事，那他输的几率更大。来吧。好，你先问，你先问。你不是你？你这张戴没戴胡子？你给你不带啥来了，你这个带蛋子，你找出来。行，他把他找出来也行。二四六七分之一的，张二四六七张。这张吧。是不是这张？哪张？哪张啊？亮出来！你把你那亮出来，你要拿底牌，但是你的也你已经知道它是这张了。你把你那张，对呀、啊，对。然后你把那张拿出来。对啊，我是这张。你把你那，你是不是这个？我现在的呀。你把你那个拿出来看看。猜不对的，猜不对，不可能。我是这张。你哎你。你看，你看这站，哎哎，手遮蔽遮蔽啊！直播走的，直播走的，直播的啊，直播的，直播的。还想换牌、啊、这次是我赢了吧，给力不给力给力。行，这一局的惩罚就是九宫格。那你告诉我上一局惩罚是什么呀？上一局没定啊，没有定。上一局吹蛋糕，吹蛋糕，吹蛋糕。那肯定不算呀，对不对？你得你一个惩罚，我一个惩罚。上一局的惩是不是？哎、啊、再来一局。不是，行，再来一局，再来一局。九宫格已经拍了啊，这不能变了。这一局的惩罚就是谁这一局的惩罚什么？你说，你讲。哎，时间到了吧？对，还要吹蜡烛。对，还要吹蜡烛呢，来不及了。他的惩罚一会儿想好之后再吹。对 那不行，现在就得说，一会儿就不算了，要在大家的见证之下。行，那做二十个俯卧撑。可以。那不可以。那我不同意。那你说一个吧。对，你想一个。他也在朋友圈发九宫格，对吧？可以吧？可以。但是等一下，等一下，九张照片的创作必须是由我来当创作者。那不行，那绝对不行。那不行，可以吧？九宫格我同意。那他的九张也不能随便拍，对，你那也不能随便拍。那我来定。那太好了，随便拍那。不行，九张要我来定，那就至少要公平吧？那就这么定了，好吧？就这么定了。OK， 不是各选一张。可以指定的，对，我指定你一张，你指定我一张，好吧？反正刚才这么九张之其中一张，对，就是他九张我来拍，我九张他来拍，对吧？刚才不是，就是说他给咱俩绕了，对，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就是选九张不一样的，对。是九张不一样的呀，就是你九张我来创作，然后你发朋友圈，对不对？然后我的这边九张是你来创作不一样的九张，没问题吧？就是等价交换了吧？没有不公平这一把。哎，前提条件是你要赢了哇！我第一把赢了呀。没有，你说的是第三把。我说第一把，因为他第一盘没说，然后第二盘就来一个附加条件，那不行，对不对？行，那你也发个九宫格。对，对。来吧，吹蛋糕吧。那确实帮不了你，不能耍赖了。来吹蛋糕，蛋糕环节吹，许愿环节，镜头慢慢的。再调一下。火了。
那个吗？有火吗？有，稍等。这个是什么？这也有个蛋糕，你吹小的这个吗？小的好好一点吧，小的比较好。这个有蜡烛，肯定有蜡烛啊，蜡烛。这什么蛋糕？但有一个问题啊，吹之前有一个问题，你要看一下这个蛋糕上面这几个小孩有几是哪几个角色。刚刚就看了，这是庄文杰，这是孟小冬，这是陈朗。这个还是很明显的，来来吧，你把蜡烛点上。等一下，得镜头得正一点。许愿，然后呢，先许第一个愿望。第一个愿望说出来，就是希望大家要是能够对世界充满爱，然后呢，希望大家身体健康，然后呢，万事如意，恭喜发财。好，我再自己许一个愿望。怎么吹不熄呀、啊、什么蜡烛啊行不行这什么蜡烛还有一根我就说你这蜡烛怎么吹不这怎么吹啊这不熄了吗这边又燃了哎他怎么把它给吹灭了呀吹不灭的但是你为什么把它吹灭了哦，你们就故意拿着。哎，神了，真的哈、哦，他把吹灭了。把那个，行了吗？来尝一下蛋糕。这个是一个人吃的吧？对，一个人吃的，小份的。我这个奶油有点厚重，感觉有没有像小时候的那种蛋糕？我真没吃过，没有吗？也没吃过这种蛋糕，吃过？小时候都是这种蛋糕，有没有可能那是你小时候？就是并不是我小时候。我们俩一样大，好不好？我们俩一样大。有没有可能那不是我小时候？怎么样？有一点点，齁甜齁甜，就是有点甜，可能你太久没吃过。那你说袁老师，你小时候吃过吗？我吃过的。那肯定啊，那就是他，就是你我。我也没吃过、这个。你小时候都吃过？我小的时候没有吃过这种。那你什么时候吃的？我看见别人吃过。什么时候嘛？就是刚刚啊，过生日的时候。我刚刚啊，过生日的时候看见人家吃过，对呀、啊。这个有点太。行，那你再和粉丝朋友们再聊一聊啊。对，那个，因为刚才跟我说，这个地儿它9点钟呢，我们就要把这边收拾出来，然后就要关门了，所以我们再聊一会儿，可能就要回家了。对，真的不是不想跟大家聊天，真主要是因为这边确实9点钟它就要关门。对。8:40的吧，留20分钟收拾东西。可以。还有23分钟，看一下粉丝朋友们都说了些什么，互动一下。
看了看大蛋糕，就这个蛋糕刚才给大家看过了，这个蛋糕，这个就算了吧，这个有点吃不完，有点浪费了，就拿回去吧。对，一会儿反正如果没说完，大家也可以去超话里边，然后呢就再跟大家聊一聊。哎，这个黑蛋糕是什么东西啊？那个也是准备的蛋糕，那个也是这客户就送过来的，然后一起拿过来的。唱歌就算了吧，怪不好意思，主要大家都在这，一个人唱歌挺尴尬的，又没有麦克风，也没有音响。哇，这说太快了，我根本看不清。北京现在我感觉晚上的天气还是挺舒适的，就是也不会觉得冷，然后呢就是挺凉快的吧，但是太晚的话也会觉得冷。所以我觉得感觉最近气温比之前要降了很多了嘛，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及时保暖，不要感冒了。我因为现在就是我们刚来的时候还没有那么晚嘛，然后其实穿个短袖就是在这个路上走还挺舒服的，就是那种风也不是特别冷，有点像怎么讲，有点秋天了吧，我感觉秋天那种晚上很凉爽的感觉。啊，东北都下雪了，真的假的？你别骗我呀，真的假的？长白山下雪。丑凡，你一会儿怎么拍？马俊。啊？把那个我设定一个那个九宫格拍了。就是你设置他设置你一张，其他的还是自己来。不行，那不行。就是我九张都得要你来拍。不是，你九张，八张是你平时自己拍的，有一张是他选定你要摆的，就是让大家去猜是哪一张也可以。那有一张是他，我的可以是我自己拍的，有一张是他拍的，他的必须全部是我拍的。不行，绝对不行。行，这一局我占他。可以。你替我发掉了。那我再加一条，他的文案也必须是我来写。不行。也行。这就是这样吗？定了。你到底公不公平啊？我蜻蜓队长最公平的了，就这么定了。那就这么定。可以。我先走了。你的文案还有照片都是我来。全是公平公正的，我们都是。没事，你只要赶走，今天不结你工资。因为我不要了。不结钱。因为我不要了。公平公正，很公平公正。
什么时候有演唱会，这个就有机会就会办。然后呢，嗯，就是大概就是这样，有机会呢就会去办。然后呢，有消息的话也会告诉给大家。我这刷太快了，我根本看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怎么办？这样随机给你停一下，三，你让停就停，我给你停一下。那就算了，就让他们说。确实太快了。不唱歌了吧，唱歌就算了吧，挺晚的，唱歌打扰人家。才八点，八点已经很晚了。外面都有蝉叫声了。对，大家要多喝水。然后北京本来也干嘛，所以平常也会多喝水的。什么？祝你升本成功啊！祝你升本顺利，加油！考研，祝你考研顺利，考研顺利。祝你发财，祝我也发财，祝大家都发财。
不行，我感觉眼睛要花了，有点太晃了。哎，这个把灯关了好多了，灯太亮了。大概八点四十吧，8:40我们就差不多要把这里收拾一下，然后呢就差不多撤了。当然那个也没聊完的也会去超话跟大家再聊一聊。最近就是在做一些有一些通告啊，或者说有一些拍摄呀什么的，然后呢最近也在忙那哟，不让我说了这个，对，就是准备下一个项目吧，准备下一个项目。吃蛋糕了，刚才就已经吃过那个小蛋糕了，然后这个蛋糕一会儿拿回去吃吧，因为现在有点吃不下了。这个连麦是什么意思？谁在和你连麦？我刚看到什么跟我连麦？现在32了，再3分钟吧。可以啊，这里就可以收了。可以。那祝大家有什么愿望都能实现，什么考试呀、考研呀，都祝大家都顺利呀。这个网怎么这么卡？什么情况？现在还是有点卡。我看一下。没有卡，正常可以说。哦，好，我看着有点。没有卡，正常可以说。哦，好，我看着有点卡。可能是这边数据太快了。
推荐几首歌，我看到一个。推荐几首歌？推荐，记住我什么？给你我那首歌叫什么来着？记住我所有的一切，给你我所有的，反正就那首歌，哎，你们都知道。那可能是两首，就那两首。就那一首。算了吧，推荐的自己听，我觉得喜欢听的东西都不一样嘛。然后呢，就是大家自己去搜寻吧，有时候自己找会更好一点。记录我所给予你的一切，应该是叫这个。哦，记住了。哎，还有一个说李阳那个阳第二关过了吗？为什么？上次玩给你玩了一次那个小游戏，我说过的。那个没玩多少次，然后后面就没玩。是微信那个游戏是吧？对对对，就消乐那种。朋友们，我要去给袁老师拍照去了，要不就先这样。一会儿让他上树。行，我看一下，差不多。嗯，差不多了，因为这里确实真的九点钟就要关门了。对，还得收东西。对。我先去给他拍照去了。给他拍照去了。哦，我看见有一个说你的自拍也不要一个角度的，能做到？不是我拍，不是他拍吗？不是，你的是可以自己拍几张，然后只有一张是他选择拍的。一个角度他比较耐，就是拍多了就会习惯，因为你换角度那个。肌肉它不支持，好吧，那就要拍照了，朋友们啊，那个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多角度感谢大家过来观看，行，好的，啊，也祝大家一个鼻子，心想事成，我是站在你这边的，考研顺利，考试的考试顺利，对，啊，祝大家开开心心，每天每一天，再见。